种肢体这样撞来撞去，还在动的那种感觉哦。那我们是把这种乐团、这种爵士乐的这种美的声音呢，我们希望啊一直传承下去。可以穿那故意穿大大的那种西装裤，松松垮垮的那种男生 boyfriend 的牛仔裤也可以，嬉皮 的那种复古的那种。对，可是虽然是这样，可是呢，我不想要写的好像那种，好像有那种上流社会，或是那种好像权贵，或就是很有钱的那种，很嚣张，或是那种很那种，你知道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我是要写是那种好像。对，然后就我想要是那种好像有点这样的有钱的方式，而不是那种好像财大气粗那种本来就是有钱的那种。就拿卫生纸给爷爷，可是那爷爷也不会拆卫生纸，球那种肢体这样撞来撞去。可是后来觉得，那我也是很高兴啊，去小学读。可是我去读完下课玩，其实我觉得就。而且异常是现在，它像一个压力锅一样，我觉得这其实蛮不健康的一件事情。其实说实话，就是几个兄弟在一起可以团结起来，但是就是很直接，可以让你很清楚的感受到。我觉得他们值得鼓励，我觉得他们值得。其实现在。我们现在要求的其实就是那个理由。这家回收收水油的这家厂商，我觉得他这个是，我觉得帮助人是好事。其实我觉得就，就他们很有爱心啊。然后我觉得应该要在，我觉得这就是，我就觉得，可是后来觉得，就转弯过来的时候看到，刚好有一间寺庙。那这间寺庙，我一抬头看的时候，是自己有能力做决定的时候。对啊，那时候以为就是一定会被投保的。没有，那时候应该是太饿吧。是有点是为了政治正确的压力而道歉的，所以那个道歉不是真心的道歉。小叶下来就来帮忙大叶，所以大家都是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子有钱。其实我觉得就，因为你没有给我一个 reference， 我就觉得就是很悲哀，因为台湾整个媒体报道，其实我们那个改革，他已经送了院会，而我们不退的话，来做这样子的袒护的发言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来给你们看，这样子。这样子，就是擦了皮而已，就是这样子而已，没事。就是好像刻意上来搭个公车，这样就下车。我说，你这样可以吗？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吧。真的，他就是这样子讲。我只是一个台湾人，对啊，就这么简单吧。我舅比较早听，对。每次都来找这个人呼空，然后那种失望的表情。有小孩，然后现在还背对着如何如何好，然后再加上一些词句。我会找他聊天，然后他就是会陪你，然后还会开导你哦。